船长，驾驶着他的鹦鹉螺号隐居海底。三个身份各异的乘客误打误撞被船长从海里救起，从此开始了他们神奇而惊险的海底之旅。这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的经典之作，他将带给你一个无比精彩的海底世界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凡尔纳经典科幻小说《海底两万》。翻译：赵克飞，演播：任景航。第二天，3月21日，大早上。